喜欢影视剧的朋友们肯定都有关注过《雪中悍刀行》，这是由张若昀、李庚希等人主演的古装剧，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世家子弟经历各种磨难，最终成为北凉王的事情。虽然这种励志的古装剧平台已经很多了，可真正能像他一样演到大家心里的还是比较少的。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到该作品的魅力，一起来看看主演的学历，真是一个比一个惊喜。张若昀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张若昀饰演的男主是个特别聪明的人，骑在马背上的时候特别的帅气，让人看一眼就被深深的迷住了。本身他就是个老演员了，眼神里都是戏，把这个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深扒了一下张若昀的资料的孩子，他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人，这也就难怪为什么人家的演技这么的精湛了，原来很早就接触表演了。高伟光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，看过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人都知道高伟光的演技是特别牛掰的，这次在《雪中悍刀行》中饰演的陈之豹也让人印象深刻，感觉他就是为戏而生的一样。人家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表演水平，主要是因为他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，有老师的培养，再加上这么多年的实践，让他的表演更加的炉火纯青了。李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李纯在该剧中饰演的轩辕清风虽然是个小配角，可他每一次亮相都能吸引我们的目光，甚至在他的眼神中都能看到很多的情感，这是一位专业演员应该有的素养。而他有今天的成就并不是单纯靠自学，而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高材生，所以他演技好也是应该的，希望他能坚守住自己的本心，能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。王彦霖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，王彦霖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人，他的演技也是有目共睹的，尤其是在《楚乔传》中饰演的宇文怀，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的潜力，再到后来的《无心法师》，让人对他的好感更多了。虽然他在该剧中饰演的是个配角，可人家从来没有嫌弃过，只要有他的镜头都会尽全力地做到最好，这也就是为啥这么多人喜欢他的原因。江妮让人意外，前面几位主演的学历真是一个比一个惊喜，都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潜力无限，直到看到了饰演江妮的演员李庚希的时候才让人觉得很意外。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觉，主要是看了他的戏觉得很机灵，认为他也是专业院校毕业的，结果并不是，人家初中时出国留学，回国后被徐静蕾看上，对他进行了长达10个月的表演培训，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就。没上过专业表演学校的他演技都这么好，怎么能不叫人意外。无论这些主演们学历都是怎么样的，只要演技过关，人品好，就不耽误他们拍戏。希望喜欢这些人的网友们可以去看一下《雪中悍刀行》，多多支持一下这些人的表演。